情大爆炸，前阵子民众疯狂抢购快筛，政府也推出快筛实名制因应。不过，随着贩售通路增加，有民众发现有些地方变便宜了。记者实际直击，先来到连锁药妆店看看两种品牌的快筛试剂，其中瑞珍鼻腔快筛打出团购优惠，原先是一盒是200，现在就是20支，一支150。而同厂牌的快筛在另一间连锁超市也有折扣，买10盒送2盒，就平均一个就变成150。以瑞珍家用鼻腔快筛来看，目前促销活动，康士美原价200元，团购20支，每支现省45元；美联社原价单剂180元，买到10支多送2支，平均每剂现省30元。至于雅培快筛，在 Seven、屈臣氏以及康士美一律每剂都是180元，即便有降价，民众买单吗？爆料局啊，100块等于一次买5个是500块。还是便宜很多，有急迫性的话就直接超速商买，如果不行你就来通路买啊，不然能怎么办？用时间换金钱。快筛试剂铺货的通路越来越广，业者推促销，但可能还是得看民众是否有急需求个方便。有更多人认为再等一阵子，快筛量能充足，可能价格就能全面下降，到时候再来买也不迟。华视新闻消息徐静一高雄报道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